北韩的金正恩要吃燕巢的芭乐，我们都要卖。这是全世界唯一获准进入北韩平壤大陆的国际联营的列车啊！在这个中西商塔，其实一进来还有看到一个内容，带大家特别来看一下。高雄市建筑工会，高雄市美术馆周边的大楼一直是高雄市房地产的指标之一。不过近年来因为房价陆续下修，会不会吸引北漂青年愿意回到高雄？北漂族要回乡了，听他们如何创业买房。昨天周日晚间11点，中天调查报告，防疫金钟罩，全台拼经济系列报道。